陆续在全台湾要做一些灾情的清查整理，那么也有最新的情况回报了。我们立刻来到花莲市，这是一栋公寓大楼，也受到今天晚上地震的影响，瓦斯外泄，很多民众闻到了浓浓异味。目前消防人员都在紧急处理当中，我们立刻连线记者阿布斯。 是的，主播，没错，就在刚刚的时间呢，最新消息传出了，在花莲市的明里路呢，这边有一栋的公寓大楼呢，发生了瓦斯外泄的情况，那就是因为呢，住户民众闻到有异味传出，然后发现到不对劲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那目前消防局呢也赶紧到现场的在处理当中，那发现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，地震的摇晃太大，导致这个瓦斯的管线呢就有破裂。 那所幸没有任何的人员有受伤的消息传出。那以上是最新的情形，把现场交给主播。好，你所看到目前在花莲地区有瓦斯外泄的情况，正在处理当中。